事实上啊、应该是说虽然有大家的鼓励支持啊、那现在呢还是把立法委员该做的本分服务乡亲，认真的跑行程，认真的问政，然后认真的服务才是最重要的啦。那至于是不是要参选市长，那我想这个中央有最佳的规划，那我们一切就是全力配合，全力辅选。